歼十五目前都是滑跃起飞的，它的前起落架没有弹射的那个装置和结构的加强，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弹射器拉着你那飞前起落架，猛地给你加速，这一拉能把你的框架拉变形，或者把你的起落架拉变形，所以弹射型的舰载机必须对前起落架进行结构的加强，所以。我们只要看那个歼十五飞机的前起落架是不是有改动，是不是变粗了，我们就知道它是弹射型还不是弹射型。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、干燥与暗沉，现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。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，它添加五种 EGF，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，强化皮肤修复，增加肌肤弹性水嫩，轻松抚平皱纹，换回青春自信。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，护肤露、全效精华、精华霜，即刻启动冻龄密码。